我们那边终于大方了一回，昨天给帮他捉鱼，哎呦，一个人送我两条，这样你看这君子不，你就说这个鱼君不君子。我这个还有，这个还有，兄弟鱼，快快，那打进去，这个鱼。要得。起了甜头不能喂太久了，你看嘛，已经开始没得好耐菜的了，快点坐着。我不行，算了嘛，你看我请来好像不太好。万一变成个美人鱼来找到你，那个要不得嘛？所以说你亲一下你，哇，亲一下你不吃亏。那下半身是尾巴了嘛？硬是。加水洗一下。姐老妹儿，鱼都洗净了。哎呦，我来耍会儿不欢迎啊？哎，欢迎欢迎！你看嘛，这你拿的鱼君子得很。你来了来了嘛，肉儿啊，你也想吃个啥子口味的？天蝎主编，哎呀，你等啥子我啥子？有啥子？说红焖的，那里我那里要红焖的，红焖。哎，你这呀，我不开枪。要得哦，焖姐，你焖姐啊，那我来整一下来打个汤，你呢？可以，要得，快快快！这鱼不错哈，菜刀再不拿出来，我要切东西来腌自己。好，你打深点儿，那个背面的这个花刀。打深点儿不整烂啊？不入味。哎呀，师哥，我就腌火锅这多哈，不能整深喽。对。要不你来嘛？不来了哎！你不来，你来个谁？两个了。别开枪，你等着吃就是。现在已经收了两个小弟了，噶。那不是。还赶紧把火烧起噻！我烧火要不然是。等一下嘛，等一下。我那要学点技术。对。我的生意怎么开始升级噻？我这干脆从我嘛，我弄不熟嘛，你说的是？有啥？你这坐着等着吃咸子，你别小瞧了嘛。上个盐巴噻，小伙儿去多放点盐巴，这不是贵啊，当真的。盐巴料酒放去，我来放。多放点儿。多放点儿啊。那料酒，料酒拿出来，放进。磨鸡蛋，磨鸡蛋，拿着手。哎呀，我嘛，我呀，哎，聪聪，小伙儿，小伙儿做个菜没有？咋没做过啊？上次烤的鱼不是你吃的啊？好。那个鱼买啥子格式你自己晓得，还放点盐，放点盐。来来来，腌自己，腌自己。锅子多开点了，开盐吧。回来妹妹，你当个近视几岁？你没喊你吃可可，就是啊。来洗一下嘛，近视几？哎，你怎么印象好？哦，不是的，其他的我都不想说。我干不给你相处嘛。来，大带头喝酒。喝酒啊？嗯。你来干坏事你嘛？干嘛？你要喝嘛？你喜欢喝？喝点嘛？好运啊！哎，挺酷的了，老板。是噻，一天整个走嘛，要学点东西噻。不是，跟着从外装个吃啊，是吧？那我就收背起来装个吃什么的。你说过我噻你。这些都让我挂糊了。没有的。哎，你今天好歹能冲冲来嘛？嗯，来了。哟，大妹儿。牛一手啊！啥子牛一手？半年不要来整错了，把握不住，年轻人。哎，峰哥，嗯，养下鲫鱼，你都丢进去了啊？我吃汤了嘛？黑尾巴，黑尾巴，那就是黑尾巴了，哎呀！那边你简直整懵了。这条，这条。咦，那边还有只手艺啊？哎呀，没得啥子意思嘛。多抓点嘛，硬是舍不得。大哥来摘一下。哎，峰哥开始摘鱼了。喝点热水，峰哥喝点热水好了。要得。啊，就是农家把它抹上去啊。哎，峰哥这个鱼味道怎样？来摘一下。这你就不晓得了嘛。暂时把那个鱼本身的水分都来炸出来，然后等会儿焖的时候又把那个汤汁的味道给它焖进去，然后你吃鱼的时候你那个鱼的香哈全部都是那个味道，香得很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的。下面豆瓣呢？哎，要的。好，要么要下去，我是不太下。来嘛。哎，你别喊呢。烫着了，你怎么样？烧香烧香，这儿在放鱼啊，还加水，哦，还加水哟，那我就把水打进。
要踢过头，踢过头压过来。你好的，没有长枪，防御压住嘛。上去。那个马上搞去。开条纹肉，防止白糖。麻椒粉儿，盐巴，这是鸡精，这是生抽，把好放一下。我你这都大学这些，不是？下锅焖煎。起锅。汤汁儿跟淋的安都是好香，撒些葱花儿，煎个鲫鱼吃汤，烧水烧开。哎，老板儿，这个鱼汤搞得来一杯来一杯的。哎，肯定的噻。加牛奶没有？中火嘞！哎呀，老鱼，再来一条。哎，条件有限啊，条件有限。来，庆祝一下年年有余。嗯，来。如果遇到这种条件，我给是了哈。嗯，可以。鲜。我改这个鱼。不，老表今天这个鱼宰得好，鱼煎得好，真巴适的。你说的。尝尝。嗯，真的，真的人不溜溜。哎，郭子珍，郭子珍。来。不，我说锅上把锅上条夹走，哎，不，那些你可是慢慢子的，不会再那个哈。嗯。哎，可以。安逸哈，这个汤配件不错。老板儿今天是兼职整出的。嗯，来，老板儿，不感谢你的好厨艺，来给我干过。来，走。老板儿，你前阵子抓来弄个海尾鱼呗？嗯。秧子摘了再喂。嗯，准备喂点啥子嘛？哎，你吃啥鱼啊？我们内地人他只适合这些普通鱼。比如五万多一斤，我觉得五万块钱那不值的。你要说你这在一个月卡喉咙口，想着没有任何的机会，也可以喂萝卜。鲫鱼你看嘛，今天晚上这个鲫鱼汤喝起是不是巴适？巴适。但这锅汤我想吃牛肉。咋？腌嘛，可以吃的嘛。这条都是你的。就是。你要长身体的嘛，这条。啊，这一个。看着晚上不要想卤煮的。我还想着甜的，没得。你给做嘛。